我看你才做梦吧，靖哥哥是真心同我好的，他是不会娶你的，你也趁早别想做梦嫁给他。这应该就是靖哥哥的定情之物了。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姐姐，你真漂亮。你是？你姓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你认识靖哥哥？郭大哥，你认识郭大哥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你还真是关心靖哥哥呢。你这把短剑也好精致啊。是我衣服的遗物，它不只是遗物吧？你是不是以为你拿了这把剑，就能如你所想了？还我！妹妹，这是我义父留给我的遗物，我见这短剑如同见到我义父，你拿去做什么用啊？谁是你妹妹？你有种就把我杀了，想让我出言哀求，趁早别做梦了。做梦？我看你才做梦吧。靖哥哥是真心同我好的，他是不会娶你的，你也趁早别想做梦嫁给他。那是我义父对邱道长许的愿，可我不想。那姐姐你可是有别的意中人，是谁？这回我又是你姐姐了。这两把剑兑换过，你喜欢的人是杨，不，王延康。对不住了，姐姐，误会你了。